上从山水码头出发，我们现在要去潮屿。现在大概是清晨5点多，今天的风浪还算平。好，可以，然后 OK， 去去，好 ，OK， 玩黑马，有鱼哦，这次应该是什么东西呢？应该臭肚哦，抖来抖去哦，结果是什么啊？对，应该是臭肚哦，臭肚啊，果真是臭肚的地方啊，臭肚。干，刺那么轻哦，中了。比刚刚那次稍微再大一点点，又是臭肚，这一定是臭肚，狂抖。啊！进来。这个我猜也是应该有臭肚在咬，来了吧。你要小心哦。臭肚又来了。这是什么臭？看一下啊。又是臭肚。小臭肚。哦，这边你才要开始冲了，你起来。哎呦，这是这么拼的，一直想要往胶钻，怎么了？往左边的胶，你给我出来。臭肚，应该会有别的吧？
是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拉起来看就知道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给它钻胶哦。希望是白毛，是哦，是哦，在白墨区嘛哈、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跟它玩，不用急。那、啊、可是你要防止它把线咬断哦。来帮你拍一下。我也中鱼，可是我的应该是臭肚。可以啊。三号线你怕什么？这只不到斤的可以啦。所以啊、不用，这只臭肚而已。看他那边抖就知道。啊，七呐！哎，这个没有咬断。你过打嘴边而已吗？没有，他已经吞下去了。吞下去是哦，那你那个最好要寻一下线。对。有剪掉。对。我拉深一点，我差不多有快三十。哦，你拉这么深哦？嗯、哦，啊，你钓南极虾哦？对。哦，这样有可能，鱼吃比较深。你钓比较深，应该会有一些奇奇怪的，有非臭肚类的，或者是鹰哥也好，好鹰哥也好，白毛，你慢慢刀，我有在帮你拍，看能不能钓到破斤的。不要让哦，不要让哦，盯住哦，不能让哦。如果可以，就赶快给他直接起来了，不然你拖越久越容易断线，你拖越久，他就越容易把线咬断。可以就赶快把它起来，来拉一下，拍一下，耶、yeah, ，白毛，不会动，很好。真的刀着就来吃了呢哈！啊！我觉得飞机一来又没了。又会把鱼吓跑了。我们这飞机一直飞的时候很难钓，所以现在也是力量不一样。好。哦，会出现臭肚。哎呀，因为它杆子的抖法很像臭肚。